亲爱的老师，亲爱的校友们，大家好，午安。今天风和日丽，我们新中校友相聚了。经过多年的疫情，我们盼啊盼，盼到了今天，同窗多年的老同学、老朋友相聚了。看啊，校友们灿烂的笑容，精神奕奕，容光焕发，从港九新界四面八方兴奋地奔赴大会。有的拄着拐杖，甚至坐着轮椅，这场面多么的感人，多么的欣慰呀。校友们，我们难得有今天的相逢相聚，让我们好好珍惜这欢乐的时光，让我们欢欣喜悦地度过美好的下午，让我们拥抱新中情。校友们，今天是我们乐龄乐聚乐悠悠的日子，是我们新中校友会爱心大会。我们会转送侨爱基金，今年内转发给78岁以上的校友的红包和礼品。同时，大会结束后，我们会准备点小小的点心，请大家在大会门口领取。谢谢大家。81联欢大会马上开始，现在有新中校友会舞蹈组为我们表演热情洋溢的4代舞，请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鼓励。